民间相传108道满汉全席是由江南厨子张东官及各菜系之大成所创，当年刚到苏州的他却只会做一道蛋炒饭。是从扬州来的吧？对了，我是扬州人，我从扬州来，我炒的饭就是天下第一的最最正宗的扬州石井炒饭呢。赶紧来尝一尝了啊。每个人都能吃到，见者有份，谁都跑不了啊！